左腿弯，后侧痛，左腿弯的后侧痛，有人呢，有人呢，攀爬啊，攀爬啊，你攀爬到那个右腿弯，后侧啊，啊不是左腿弯，左腿弯的后侧啊，在那个地方有个凹槽，他们发现这个不规则的嘛，还发现了凹槽，发现不规则，发现凹槽以后，他们越来越疑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方的、正方的、方的啊、或者滚圆的，他们觉得就不奇怪了。现在感觉不规则的一个，感觉不规则一个，他们感觉很奇怪，对吧？感觉很奇怪，我感觉很奇怪，所以不知道什么啊，这个再次表明，大家汉的存在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